啊，要想提升自己的境界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教学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，几千年来，把教育摆在第一。啊，家庭也是如此。小孩从怀孕的时候，母亲就要学胎教。啊，小孩一出生，他睁开眼睛会看，竖起耳朵会听，他已经在学习。啊，所以从出生到三岁，这一千天呢，是扎根教育啊，谁教他？母亲教啊。啊，母亲怎么教呢？母亲教《弟子规》。不是教小孩念的，把《弟子规》做出来给小孩看啊，他全学会了啊。所以你看他三四岁，他很懂事啊，他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啊，那个根扎得多好。现在没有了啊！现在小孩，所以小孩难教啊。小孩很好教，从小教他，所以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你从小教啊！啊，中国古人讲啊，教儿婴孩，婴儿时候你就开始教啊。三岁来不及了，他已经学坏了。啊，现在谁教呢？现在电视在教。啊，六七岁上学了，现在小学一年级学有什么网络来教他？啊，中国慢一点。我在二十多年前在美国，啊，韩馆长的孙子，六岁上小学。啊，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。啊，电脑里面东西很复杂了，他究竟看什么学什么，家人不知道。啊，所以现在呢，不是父母教啊，这些东西在教啊。啊，这些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细心去想想，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。从小扎根教育去教这个，那将来这还得了吗？今天整个社会是这样。